马上就可以吃早餐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？虽然仿生人是由机械造就而成，但至少在外形上应该和人类相差无几才对。抗拒？不，你是我的所有者，想看多久都可以。啊，为什么要突然碰我的脸？检查异常反应？我最近的状态很反常吗？这样啊，所以还要继续是吗？知道了，那我把扣子解开。怎么样，皮肤表面应该没有任何损伤才对。但是你的动作让我有些奇怪的感觉。看来你说的没错，我的内部程序大概真的中了病毒。别碰腰那里，痛？不是，我没有痛觉。刚才的反应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与其说是难受，不如说我其实希望你能继续下去。看来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异常了。在我彻底失控之前，你可以选择尽快将我返厂处理掉，或者能让我更进一步再靠近你一些吗？如果你还不拒绝，那我就当作是默许了。稍等，身体好像有些异常反应，明明差一点就到家了。这种情况要是被发现，估计会被强制回收处理吧。毕竟只要我的行动不再可控，就代表我之后可能会有伤害你的风险。有人来了吗？抱歉，我暂时走不动了，你先离开就好。啊，你不需要凑那么近，是吗？伪装成正在恋爱中的情侣，或许就能蒙混过去。那是像现在这样吗？我记得人类陷入热恋中时会像现在这样紧紧地靠在一起吧。没事，有你在我感觉好多了。嗯，你就像现在这样搂着我就好。嘘，他们来了，似乎正在看我们。啊，等等，你的手先不要动，别乱摸。为了更加逼真，这就是你胡来的理由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虽然他们走远了，但我总觉得身体里的反应似乎比刚才还要强烈，所以令我逐渐失控的原因是你吗？是你也无所谓，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，就让我再靠一会儿吧，好吗？嗯，